很少会聚到一起的，平常也不会有个电话什么的，除非有事儿。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平常我也没什么事。每个家族不一样，像我们那个家族就那样。给了祖安一个恶名，谢谢谢谢。都不怎么亲，我跟我家族人都不怎么亲，没什么感情。老家那些人我确实认不全，除了自己就是亲戚认识一点，远房亲戚我是真不认识，叫啥姓这真不熟，拜年我都拜不明白。拜年我都跟着我几个表哥喝米去，拜年我都拜不明白。狗头带闪现扫击，是要还是不要，这是一个问题。狗呀狗，难不难受？小旺财，你们拜年磕头的，我们拜年就是恭喜发财，新年好。磕头的来了，没有那种，那就喝杯茶，随便聊两句，人家那。大堂的会摆点茶呀、烟啊、酒啊什么的，聊两句，下一家，聊个十来分钟，下一家，啊，从早上拜到下午，那就散伙。小狗头，我不是湖北，我江西的，江西九江的，靠近湖南那边的。这一点还没按出来，惨了兄弟们。完了。习俗都是这样，拜年不都这样拜的吗？难道怎么拜的？不就是
跟家里几个表哥一起大早上就要出去的，起个大早。见面都是新年好。发发烟，聊聊天儿，都这样嘛，别的地方不这样嘛。正在路上。三扣九百没有这种话，我们那里没有。那是真叫拜，那可能真正意义上的拜年，我们那个只是说每年都走一下亲戚那种感觉。聊聊家长里短，聊个十来分钟就换一件。我听到你了。那你他妈从早上磕到下午，他妈磕头都磕破哟，磕几十个几百个，照你这么磕吧。是摇还是不摇，这是一个问题。你要磕的话应该也是那种直亲的那种吧，磕一下吧，感觉把远方亲戚磕一下，他妈！辈分下是那个，我是我家族辈分最小的，不要看我爸排第四，我们那边只算男的，辈分是我是最小的。你还想不死啊，老弟？只磕过世的，过世的一般不是清明节去坟上磕的吗？去坟上烧点纸，那清明节我去我就是。然后我们那个大堂就是。一个方圆的人会有一个那种堂样的，你摆着过世的老人照片，上个香，放点贡品。正在路上。这两棒子就来了，我操！打狗棒子，我听到你了。怎么中路拆的这么快，一塔就没了？你他妈你是拆迁队吧？你这是。
酸菜的还快。 送死流伤害太不过瘾，打比打盾回城啊，不是认真的，本来打比就能达到一切传送技能啊。回城没写的很清楚吗？8秒后将召唤师传送的，哎，你看8秒后将英雄传送回召唤师平台，上面写的传送两个字，有什么问题吗？ 你传送也会被打断，你那些飞行大招也会被打断。你回城不叫传送吗？这写的很清楚吗？叫传送两个字。这一什么送的这个粉丝牌？我的队友这把有点小问题。 不是啊，为什么这个时候我就感觉我打不过他了呀？哎，这版本狗头炼金确实有点难打的，说句实话，回血又快。在这个第一段就是，哎，主要是这几个版本炼金确实越来越弱了，版本问题，狗头这些英雄都在加强，炼金动都不动。 甚至版本还不适合炼金，没重伤怎么打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炼金开大，看最后几个字，在这个效果期间持续25秒，在这个效果期间，辛德拉的剧毒追踪会施加持续1秒的 40% 重伤效果，看到没有？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 Q 技能和大招是联动的，这游戏现在最厉害的重伤只有40，怎么？我又不是再出个重伤就80，它只有40。妈的臭狗，不跟你打了臭狗，那你就是。 啊，辛吉德。 说错了吗？可恶！我就是战争，就是炼金要移速有移速，要法神有法神，要抗性有抗性，要重伤有重伤。但是炼金就是弱呀，他啥都有啊，但是就是没有伤害呀。 走一下呗，打也打不动我这么好的装备，你看见没？200多法枪，打个一点魔抗不出的都打不动，谁的问题？不用我说了吧。 这是谁的问题？不用我说了呗，不用我多解释了呗。英雄联盟设计师，他妈的嘚儿，傻逼游戏，老嘚儿。他一个拿个棍子的狗，他凭什么有伤害？他凭什么这么 low？ 还装备这么烂。
你妈的！我听到你了。来个队友治治他呀！他妈的，太无脑了！大招没中，没了，我没中伤了。妈太无脑了，这个臭鱼哥！臭不要脸！很毒大很毒。有人结婚吗？这个地下麦，是时候了。我听到你了。摇摇晃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是摇还是不摇？这是一个问题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Enemy killing spree. 这个也许有点痛。要输了。
我感觉要输了，你们有没有感觉的？好能偷我的吗？对，一直不传。真鸡巴无脑，这种意思。真无脑，不需要任何操作，两个人在那玩。